侧墙施工一般聚氨酯在墙上流得稀里哗啦，而这款 SPU6 会定住的聚氨酯一并上墙不流淌，像被定在了墙上。 SPU6 会定住的秘密是一个动态的三维网络结构，通过特殊触变技术形成可逆的三维网状结构，静止的时候网络结构很稳定，涂在立墙上也不会流淌，一旦搅拌起来三维网络结构就被破坏掉，则粘度迅速降低，施工爽滑省力。 SPU6 触变技术赋予该产品优异的抗流挂性，和一般聚氨酯产品相比，常温下一毫米磨后不流淌。同时 SPU6 触变技术也兼顾了施工便利性，在同样的搅拌条件下 SPU6 的粘度更低，流动性更好，可以用滚筒施工。 SPU6 触变技术也极大提高了耐水性，该产品可承载远远超过国标标准3倍以上的抗渗压力，相当于100米高的水柱压力直接冲刷下，仍可保证滴水不漏。 SPU6 能定住的聚氨酯。